使徒行传第二十一章，离别证人了后，阮开船一直到高斯，加入到罗底，对遐去帕泰拉。伫遐拄到一只要过去腓尼基的船，阮就就船出发。阮来到看到塞浦路斯的时，对南边驶过去索里亚，伫泰尼落船，因为船要伫遐落会。阮找到一寡门徒，伫遐甲因待七日，因得到圣神的指示，劝保罗毋通上耶路撒冷。阮甲因离别的时间到就离开，继续阮的路程。因拢带因的某囝送阮到城外，伫海边跪落去祈祷。互相三思了后，阮上船，因倒去因家。阮继续行程，对泰尼去到大利麦，伫遐甲信徒请安，甲因待一日。隔日，阮出发去凯撒利亚，伫遐待伫传福音腓力的厝。伊是耶路撒冷七个执事的一个，伊有四个犹未结婚的查某囝，拢做神职为讲预言。阮住伫遐几啊日的中间，有一个先知叫做阿加布，对犹太落来，伊来找阮，摕保罗的腰带，把家己的脚甲手，讲圣神安尼讲，这条腰带的主人会伫耶路撒冷，亲像安尼，互犹太人绑起来，然后交互外邦人。阮会听到犹太遐所在的人。可劝保罗毋通上耶路撒冷。保罗因讲：“恁若靠家安尼，予我的心强要出去。我为着主耶稣的名，毋若伫耶路撒冷予人拔，甚至伫遐死嘛甘愿。伊毋受可劝，阮就点点，就讲愿主的旨意实现。”几那日后，阮准备好势，就上耶路撒冷。有一寡对该撒利亚来的门徒嘛，甲阮去，带阮去塞浦路斯人亚孙的厝住，伊是早期的门徒。阮到耶路撒冷的时，信徒热心接待阮。隔日，保罗甲阮去访问雅各，教会众长老拢伫遐。保罗甲因请安，然后将上帝通过伊伫外邦人的中间所做的工作，一项一项对因报告。因听了，拢归因讲予上帝。对保罗讲：“兄弟，你知伫遮有几偌万的犹太人，真侪信徒，因拢热心遵守律法。因有听到你教示，住伫外邦的犹太人。”叫因放弃摩西的律法，毋免甲因的囡仔行角礼，嘛毋免受犹太人的风俗习惯。因一定会听到你来遮的消息，安尼要安怎？呾着遮阮甲你讲的去做，还有四个下愿的达波人，你带因做伙去参加结晶礼，替因立所会，予因通剃头。你安尼做，证人就知，因所听到关系你的事，毋是事实，佮知你家己嘛有伫遵守摩西的律法。毋过，对已经做信徒的外邦人，阮已经有写批予因讲，阮在决叫因毋通食这偶像的物，血佮溺死的精神，嘛毋通有淫乱。下日保罗带迄四个大波人。甲因做伙去参加结晶礼，然后入去圣殿报告结晶礼什么时满，通为着因达人献祭物。七日的期伫个未满的时，一挂对阿西阿来的犹太人有看到保罗伫圣殿内，煽动群众掠保罗。话讲，以色列人来到三更一夜。一个人达所在，家人反对以色列人甲摩西的律法，嘛反对这个圣殿。现在一个家带希腊人进入圣殿，污染这个神圣的所在。
因为伊就看到伊夫所人得罗飞魔，甲波罗摧毁伫城内，想讲波罗有带伊入去圣殿，城声扰乱起来，民众拢惊话来。因抓波罗，把伊拖出去圣殿的外面，殿的门随时关起来。因拄想要杀波罗的时，有消息传到罗马军营的指挥官遐，讲全耶路撒冷伫起扰乱。指挥官随时带兵，甲军官行到民众遐，民众一下看到指挥官，甲兵就停手，无阁拍波罗。指挥官走去抓波罗，叫人用两条铁链把伊链住，阁问伊是啥人，有做啥物代志。军将一个话一款，因为乱糟糟，指挥官无法度通知实情，就命令兵押波罗入去营房。波罗伫要爬银仔的时，因为军将向解解，兵煞着把波罗卷入去。军将第一伫后面话讲，哦，伊死。波罗伫要予人押入去营房的时，对指挥官讲：“我会当甲你讲一句话无？”指挥官问讲：“你捌希腊话哦？安尼你就毋是迄个无故以前造反，带四千个杀手行去公野的埃及人咯？”波罗因讲：“我是犹太人。”出世伫基里加的大所，是一个不只有名的城市的市民，请你准我对民众讲话。指挥官允准，保罗就徛伫银马顶对民众比手势，众人拢点落去。保罗就用希伯来话对因讲话。